泪流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EG 大国际。Hello， 我是 EG。今条片是想做一个实验，房间内传出 AV 呻吟声，室友们到底可以顶到几耐？戴耳机提示：由于实验内容关系，影片内将会传出不可预计的、无法避免的呻吟声，但系画面就唔会有 AV 内容嘅，大家戴好个耳机就可以放心收睇啦。系啦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有室友呢样嘢啦？若然有，又有冇试过听到室友喺房里面播一啲好奇怪嘅片咧？大家都知啦，通常喺一个室内入边嗰啲板间房啊，其实嗰个隔音功能咧就好有限嘅啫嘛，好流嘅，其实播咩都基本上听到。咁如果听到有人房入边系大播 AV 嘅话，唔知道会有啲咩反应咧？我好好奇，咁所以今日就做呢个实验。其实呢个是第二次尝试嚟嘅，其实之前有一晚就已经拍过啦，不过个 cam 咧就跌毁咗落嚟，白白播咗一晚 AV。不过嗰一晚之后系冇任何人对我有意见反应嘅，可能系我播得唔够大声。咁今次就再大声啲啦。好啦，咁出边要 set 嘅 cam 咧，今次就已经 set 好咗啦。戴稳耳机未？戴稳耳机就仲差少少嘢就可以进行呢个实验啦。差少少乜嘢咧？就系订阅 EG 大国仔啦，订阅咗啦嘛，戴稳耳机啦，开始。本人依家真係好緊張，好緊張。咁依家就開翻套 AV 先啦。Oh, this AV bring me to the fantasy。要嗌得大聲啲嘅，痴女出沒咁睇你應該會好大聲啊！咁啱呢個時候啊，羅拉啊，沙鐘又翻咗嚟啊，有人唔知會點咧？哎，準備定紙巾先。要揀啲睇落去會好嗌嘅，但係。睇唔出噶嘛，我唔客气啊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请点击每张包含卡车的图片。嚟了。喂，个女仔唔系好有声气啊。有啦有啦。咁頭先揾到嗰條片咧，咁嗰個女仔就唔係話好有聲氣啊，咁所以依家要揾呢啲多人啲嘅片噶嘛，人多啲大聲啲。嗱，咁通常咧喺 AV 咧，大家都應該明白啊，係唔會能夠完整咁睇曬一套嘅，咁啊要扮下呢個飛片嘅動作，好撚大聲啊！好啦，哎，我决定只是穿底裤去衬托下呢个环境，等佢一阵间一见到我的时候，全神啲先。
然後小龍屌你！副駕駛，你抽自己人諗過嚟。你過嚟先啊！你過嚟先，你過嚟先。呢啲唔係嚟噶。呢個是一個實驗嚟嘅啫，咩、okay? 實驗啊？釘實驗啊？唔係，你依家出去試下摸一下啲紙巾。你摸先。唔係啊，認真噶。戇鳩。唔濕㗎。係啊，你真係唔濕嘅你。我唔會攞。你過嚟先，你過嚟先。係咪啊？你入嚟先。好似係。唔好驚，唔好驚。我想問，咁佢出邊其他人聽唔聽到啊？聽到㗎嘛，出邊。聽到，全世界聽到。全世界聽到。除咗房嗰啲。佢哋點啊？同你威瞓。黐撚線，咁大肥咧？大肥咧？大肥 send 咗個 message 俾你，佢 send 咩 message 俾我？係喎，你幫我拎住部機，放手，乾淨啊，乾淨。師兄，你又剪 AV 咩？係啊，我竟然就係能夠獲得你一個 message。啊，係啊，我因為以為你會拍我門，然之後錄撚低我啊。我唔會啊，但係你冇啊。點解要咁做？我竟然冇人諗住撞破我。影響你。我想講啫，你阿媽唔係睇緊天使文咩啊？係咪天使文？唔係啊，因為我頭先一開波咧，揾咗一條片啦，但係嗰個女唔係好叫啊。唔係好叫，唔係好叫啊！然之後我心係咪聽唔到咧？然之後我揾咗啲幾個人嘅，特別睇呢度先，睇呢度先。以後我覺得你翻嚟咧都會望望呢個位。你沖涼嗰陣時啊？開門啊！係啊，撲你個街！佢打飛機唔緊要，但係嗰塊板嚟嘅，你知唔知？佢攞我隔離嗰塊板嚟嘅，你知唔知幾全聲？我知啊，因為我成日喺隔離睇 AV 嘅。我出嚟開股大概用咗兩分鐘啦，即係大概十一分鐘先惹嚟第一個室友嘅拍門啊！就係你啊！你叫我過去咧，求下咩事啊？之後過去。唔係咁，大佬，你明唔明啊？呢度你最熟啊嘛！我都冇理由躲住人，唔通入去介紹睇咩 AV 咩？呢個實驗咧就去到呢一度啦，估唔到咁快就結束咗。啊，唔係，其實你哋真係好忍得啊！分分鐘我喺入面精盡人亡，你都唔理我。其實你播到幾大聲播兩個鐘，我都唔會理你。我會想死。依家阿挺嗰間房喺我間房隔離啊。咁所以咧，佢系最認聲嗰個嚟啊！今次實驗做到呢度啊，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啦，記得分享我的片出去。訂閱訂閲 G G 大個仔，訂閲新一大肥 level four 新一層啊！想睇 A V 嘅話，啊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